接下来我要带您到亚青会举重馆去认识一位特殊的志愿者。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场馆，有一位志愿者被小青柠们亲切地称为雷阿姨，她也是举重馆里年纪最大的志愿者。招募亚青志愿者时，五十出头的雷小宁原本想给在国外上学的女儿报名，结果孩子有事未能如愿，她就顶替女儿当了一名亚青志愿者。因为想给孩子，但是因为孩子这个时间也没有办法回来，所以我就因为孩子在境外读书，我就自己那个吧。没想到我会能够被录用啊！雷小宁说，他从初中到高中打了11年的排球，还是队中的主力。选择做亚青志愿者也是圆自己的一个梦。现在他被分配到国际博览中心媒体运行做看台助理。记者来，各种记者，就是摄影记者、照相记者，或者是文字记者来的时候，我们把他引到合适的这个区域，给他们提供适当的服务。雷小宁说自己已经退休了，女儿都20几岁了，具体年龄您猜吧。尽管他在举重馆，尽管年龄最大，但是他要看起来像年轻人一样，所以也请叫他小青柠。中午休息时间，他也闲不住，拉上其他几名好学的社会志愿者学英语，相互之间用英语交流。这不，场馆里来的外籍观众经常都是雷阿姨帮忙做翻译。雷阿姨说，今年自己积攒了足够的经验，明年青奥会她还要带女儿一起来当志愿者。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。